第四题，韩瑜收集了四个科学家公仔，并在网络上查出他们的科学事迹，如右图所示，请你帮他排列这些事迹发生的先后次序。老师上课提过，最早的时候是道尔敦提出了原子说，接着是汤姆森发现了电子，然后是拉塞福发现质子，最后是查对克发现中子。因此第四题问，请你帮他排列这些事迹发生的先后次序。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提出原子说，发现电子，发现质子，发现中子。